好，王先生。玛丽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我来向你告别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回国了。啊，日子过得真快，你来北京已经一年了。常来打扰你，很过意不去。哪儿的话，因为忙，对你的照顾很不够。你太客气了。哪天走，我去送你。你那么忙，不用送了。不要客气，今天晚上我跟你去吧。别客气。这次回国，你准备工作还是继续学习？我打算考研究生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。那很辛苦啊。没什么，我们那儿很多人都这样。你要回国的事，朋友们都知道了吗？有的知道，有的不知道。趁这两天有空，我去向他们告别。嗯。